谁说行情不好 ？Q House 开了一间又一间，最新一间来到 Bukit Jalil 也是 Corner 店面很大间，走去试一下。Q House 又换了新的菜单哦，每次来都有新的食物可以吃。来，小心看，香辣金汤烤无骨鱼套餐。你们来这里点套餐就对了，有三个小菜，有饭有汤，很呆嘞。这个是新的烤无骨鱼，上面给很多酸米耶，酸酸辣辣的，再加上这个酸米很刺激哦。人参醉鸡包。哇，里面这样多药材的、啊、还有一整条人参，它放了很多龙眼，喝起来有甜味的，下雨天喝这个很暖胃。焖锅卤鱼豆腐包，爆炒香辣豆豉五花肉，川味干锅小炒鸡，这些都是新品，看起来很重口味，按摩啊，试一下这个五花肉黑青椒一起吃，都很辣一下哦，五花肉煮得很入味哦。鸡扒咖喱炒饭，滑蛋鸡丁饭。甜品时间到，椰香芒果小丸子西米露，老 Q 小丸子芝麻糊，手做芋泥牛奶抹吉芋圆，里面有抹吉，很浓的芋泥味，真材实料。这里饮料包装很方便，可以直接带走。试一下这个大红袍黑糖奶茶，茶味很香哎，大红袍就是不一样哦。哇，全场爆满，不想排队早点来了。